一个是放在这边啊，一个是放在这边，另一个是放到这一边啊。好，现在就开始上螺丝了，也是用同样的方法。刚刚那一个是从上往下，下往上，现在是从下往上啊。沿着这个口子啊，如果这个板不太平的话，我们就稍作调整一下啊，调整一下 ，OK。轻松的，稍稍。稍微固定一下，好。现在的话就上这边了，这边的 OK 了，然后对应的这边的，同样的方法，从下往上贴上去，对应这两边的孔位，把螺丝顺势拧紧。再到那边就行。然后你先出来，然后把这个。